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现在很多的软体啊，社群的软体啊，那当然也发挥很大的功用啊，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要去斟酌啊，所以能不能参加少一点那样的一个团体啊，可能对我们是比较好一点的。为什么？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现在有大家在竞赛走万步啊，就是彼此互相提醒，这当然是好事啊，可是你看他走了一万，那我就要10,300步、似乎要赢过他那样的一个感觉，这没有必要。更何况有些人为了只是走万步，那事实上只是这样子，这个才这样子逍遥游啊，这个一点益处都没有。不是数字本身是代表绝对的，而是背后我们真正要有那样的一个心肺，然后肌肉的一个用心的运动的话，这个达到的一个效果才会好。那或者说只是为了达到那个数字啊，那也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很多就会出现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脚底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脚底的筋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避震系统。那我们如果有时候过度的一些使用，这也不行，循序以进，这个才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功能能发挥到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始设计的一个原意就是这样。所以足底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结构，就是让我们在走跑跳的一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压力能不能给它这个，让它不至于在局部这个地方啊造成骨头的过度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摩擦，然后产生出疼痛的一个问题出来。因为这个关节非常多，然后所以这个足底筋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果说不正常的或者是过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不适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结果，它局部在这个地方也容易引起发炎。这个发炎不是细菌感染的意思，而是物理性因素的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它也会产生出疼痛。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对我们要走路啊会形成困难，所以反倒造成对健康的一个影响。所以过犹不及啊，那彼此之间也没有必要是去比什么样的这个数字才是正常。所以人跟人之间啊，多一点提醒啊，少一点计较比较，这才是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足底筋膜这个对于芭蕾舞者讲起来，这也是他们很担心的事情。所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都会有暖身的动作，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事后的，我们要局部的一个爱护的一个动作啊，不然的话，他的一个寿命一定会减短了。这是画芭蕾舞非常有名的一位法国印象派画家豆家，他画的芭蕾舞舞者都不是是这个正式在演出的时候，他把它这样描绘下来，这都是在彩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是彩排，你的证据在哪里啊？第一个，老师坐在这个舞台上面，这显然是彩排的时候。第二个，这个舞者啊，你看看有的哇，在那边打呵欠啊，伸懒腰啊，很辛苦的状况啊，因为老师看的是在这里啊，他这里稍微喘口气啊，所以把那样的一个舞台，事实上我们平常所聚焦的那个场景啊，搬到另外一个可以显现出那个生命中的一个辛苦面或者是对比面，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啊。这所以豆家画出了舞者不是真正聚焦点的那个舞者，而是真正有生命的舞者。他也画出了另外一个他很喜欢画的一个对象，就是工人。这个工人，这都是19世纪1880几年的一个画作，你可以看得到。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女工，那么她到底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局部可以看起来线条啦，或者颜色用的都是很简单的那样的一个下笔啊，但是把那个女工的一个辛苦面，让大家可以深刻的一个感受得到。这是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女工？烫衣服的，要洗烫
这个都是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洗衣服，洗完还要负责烫啊。这个烫大家想现跟现在也不一样的状况，现在都是电熨斗，那时候哪来的电熨斗，那个都是要用煤炭或者是加热等等，以后再局部那样再用那个身体的力道再把这个衣服给它烫平啊，非常辛苦，要烫平东西啊。你可以看得到这另外一幅画烫出来变成这样子工整的这个状况啊，很难想象。那女工刚刚是一个，现在变两个，非常辛苦的。那这个啊，已经是平常已经很辛苦，生活又没有些什么着落的未来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还有拿一瓶酒在那个位置啊，打着呵欠啊。那另外一个很辛苦的在把那样的衣服给他做整烫的动作。他为什么会画洗衣女工的洗衣服的这方面的这个画那么多？因为在当时的劳动市场里面，洗衣服相关它所占的比例是整个劳动市场里面的四分之一啊，吓死人啊！现在我们怎么想你也很难想象得到，洗衣服占的一个比例会是整个一个劳工需要去做的事情里面四分之一啊，所以那个表示那个市场非常大，那投入里面的一个劳工的辛劳面更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穿的衣服我们要很感恩啊，洗衣服很方便，烫衣服相对也必要性不是那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的一个精神在生活面需要去打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从历史画作中才100多年了，给感受得到社会的一个改变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好，把东西给它烫平啊，其实啊，我们身上的一些组织啊、器官、黏膜或者是某一些皮肤，我们当然都是整烫过的，意思就是说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结构，然后形成的一个光滑的那样的一个表面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是肠胃道胃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局部那个地方它的一个黏膜一定是有它存在的那样的一个结构性，然后组合在一起以后，再加上黏膜的一个细胞会分泌一些黏液，那么这样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些表面呢、是有它光滑的，然后局部食物要通过的时候才不会发生问题的一个状况。一个6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胃闷痛胀的一个感觉啊，那么食欲啊也受到一些影响，那并没有很明显的排便方面的一些改变啊，也没有血便也没有黑便的那个状况啊，但是也因为这种状况持续了，尤其是胀的那个感觉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他还是到医院来，到医院来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是给他做胃镜检查，肠胃科的医师听一听他这些问题点述说以后，当然进一步要检查，胃镜是必要的。那么在这个胃跟是食道跟胃交界的地方啊，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再往里面要再往里面再过去看的时候，远远的看到这个位置就是不太对啊。然后在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如果皮这个黏膜它正常的时候，一定有一些正常的时候比较规则，然后有一点那样的一个黏液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构被破坏，同时它的一个凸起来啊某些地方又有点凹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跟原来当然会知道它是有问题啊，那所以这个接着就需要给它做切片的检查。那意思就是说，肿瘤它长大，它绝对不是只是长大，它有一些溃疡也可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就必须要给它做胃的一个切除，再给它重新做吻合的一个动作。现在这个通通可以在那腹腔镜底下做这样的手术啊。那正常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胃有一些黏膜的细胞，它会分泌出不同的，包括是盐酸的那样的一个强酸的一个细胞也会有啊。可是变成胃癌以后，它整个一个细胞的一个形状就变成这个完全失去控制的感觉，失控，所以局部那个地方会造成癌细胞在那个地方聚集以外，它也会透过血液或淋巴的一个体系啊，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胃切除的动作的过程中，这个淋巴腺也要把它做清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很多东西啊，这个烫得那么平啊，是不是有必要呢？
还是要思考一下。感谢您收看，再会。